车，嗯，或者一会儿不要准备了，不能再不能再出去，嗯，你上面没有方向，那就是有发生的那个结果了，嗯，在公司，嗯，你把你们谁谁的员工的那个队，你不要对我们谁谁没装，那谁没装，那所以你现在就是三天的线，三天的状态。先赶紧先把这比赛给你准备，好吧？比赛一天，然后如果咱如果咱按照这标准，你得不要偏执，嗯，对准备，好吧？那训练先把这比赛给对准步，好吧？看到看到有光，必须得对准步，不是对准没光，练一下必须的训练先别做，如果练先别做手机啊，别乱，好吧？要不然，我再先把这比赛给准备给你没光。